台湾咱家己的所在啊，不过目睭白金啊，事事行拢都我用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我想要来找一个头路啊。嗯，啊，你唔是讲恁后生伫咧美国，爱事业嘛真发展，爱讲说伊常常咧寄所费转来乎你，安尼若着安尼，佫食了佫留歹命，佫来找头路。哎呦，钱是最主要的问题啦，上界主要啊，都是我啦，我家一人伫咧台湾啦，啊。英先生无代志啊，啊孤孤单单啊，日子歹过也无聊啊，啊所以拄我来找一个工作做，唔得对。啊，你是有想讲要来找什么款的头路？来你的海钓场啊？要来我的海钓场？嘿啊，你的海钓场上理想啊，安尼我就会当逐天甲你见面，做伙开讲泡茶啊，对吧？啊，总讲讲你工作呐无闲啊，做你去，啊我会买闲踮遐钓鱼度时间啊。啊，是讲我海钓场目前也无欠人，啊，搁再讲嘛无即款的亏。春的啊，你的意思是讲我老啊，是无？我老懵老啊，日头要千百二啦，什么初冬的工课我都要有法度啦。你误会我的意思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你若要来我海钓场找我佚佗、找我开讲，不管是你听我来，啊，我若无闲的时候，我嘛会交代阿狗啊，啊是交代海狗因陪你开讲、陪你泡茶啊。啊，你若闲，若感觉无聊，想要钓鱼啊，你做你来，我会叫因吼鱼钓鱼，互你去钓，袂甲你收钱。喂，唔是安尼讲啦，我若安尼做，用讲我阿爸伫咧营业里啦。啊！你若给我一个命运，我踮咧恁海钓场咧做工过啊！我若踮啊要创啥，要泡茶，要钓鱼啊，就无人敢讲我安怎啦，对不？啊！天没想出来，门来开开，啊！敢会兄弟咧变数？好多兄弟啊！今摆真正咧急的时阵哦，一定要咧变数安尼。一弟，一弟，阿爸，什么代志？啊，你不是本送，那你房间出来。哪有本送？你无咧本送，啊，这门先来开开。丢锄头。应该袂吧？是啊，袂。你看到阿伟啊，叫伊本送同事哦，拢进来，啊，甲咱厝的哦，厝前厝后拢包围起来，莫有人走。哎呦，你妈紧张啦！我拄啊伫房间，我还袂睏的啊。我也无听到声，啊嘛无感觉什么唔对啊，反正是阿伯伊变数啦。啊！哎呦！表演！嗯？变数可能无人呢，啊表演做多啊？你房间看嘛，看有对无啦？哦。哎，陈老师，我告别了。拜拜嘛，拄啊，互我甲阮翁弟两个参详看卖咧。这款代事啊，着佮恁某参详哦。嘿啊，啊无我若无甲参详哦，啊若大主大义家己落去做吼，会叫连死啦。嗯，好啦，恁阿妈我好好啊去参详啦。我来走，后早我若佮安尼大厅过啊，啊我一个王满来答复啊。翁弟啊！阿弟，桃花你上早啊？系啊。哎，吴春诶，啊你拄则叫我入去，是毋是桃花你上有啥物歹话听着？啊，伊讲要来咱海钓场遐食头路啦。哈？要来咱海钓场食头路？啊，大爷这个会所啊，是会当做啥啦？食头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啦，伊根本哦开落条件就是要叫咱家饲的嘛。啊，你敢有甲大爷？看你啊。你若要认伊做老爸哦，我国不二将都要认伊做丈人啊！好啊，咱还搁了拍拉凉啊，人人都要来咱海钓场啊，啊你还搁唔紧来处理一下？啊，看你要答应还唔答应啊？别插你啊！规日海钓场是你开的吼，你家己去处理啊！我想对啊，
伊若假使讲真正要来哦，我听讲叫咱天上吼画一张海报，画到大张，啊，甲搭喺外口遐。讲咱海钓场哦，最近哦有引进一尾流浪鳗，啊，看有人要来钓哦，若钓会起来有奖金。创工不要。 你阿伯无咧变数咧，后日阿强目睭无啊？无啊！啊，阿妈烦恼啦，迄老大人较清明啦，我想阿伯应该是困袂去，啊去外口踅踅捞捞的，念着转来啊。哎呦，都走转去啊！阿伯啊，兄弟啊，阿伯困了。但是你安怎困啊？敢若烦恼你着饿啊？你走转来。啊是啦，阿伯去见面做孙啊。啊？这时间走就倒不顺，你想要创啊？ 无啥啦，开讲尔啦。啊，阿伯，你是不是有啥物代志，叫有春平来斗相共？好啦，平平啊，可是讲有啥物代志，我无法度通解决，有春的佫较无在头解决。安尼我去找，唔则变成我颠倒去你造伊的麻烦。就是讲咩，倒粪扫就在头，甲人处理啥代志咧？还是讲，是规日三更半，走去找倒粪扫，这表示一定有代志。 到底晓得是？讲咧，讲咧。哎呀，甲你讲无就无啦，莫一直问啦。啊，就已经问啊，你搁叫我莫问，你即下无讲出来哦，阮心肝袂输甲地石大石头，迄真痛苦呢。讲咧，讲咧。好啦，老实甲你讲啦，我是去甲吴村咧参详看伊迄个海钓场嘛有欠卡手无啦，我想要去遐找一个工作做啦。哦。 阿伯，啊，你唔是要去美国，恁后生兄互因友好，你找头要怎啊？我无想要去美国啊！啊，你无要去美国，互你后生友好，啊，你是留咧台湾要叫啥甲你友好啦？啊，敢讲碰风？原来恁两个人已经，哈哈哈哈哈，老船长甲你行船啊！无会啊，拜托个，莫愈讲愈离谱好无？我无想要去美国，是因为我唔甘离开台湾。 屏东水底了，这个所在是咱的故乡啊，是值得怀念的所在啊。而且我即马开来了个有咧啊，对无？我用靠我家己的气力来饲我家己嘛，我哪着去靠囝和囝饲的？啊，你讲嘛有影啦，无你若去到美国去哦，啊话也袂通啦，哦，啊人咧平常时咧食物件拢食迄种牛奶配胖的，啊你即马食袂下？对啦，对啦。哦，啊是留咧台湾，食咱台湾家己生产的台湾米，安尼上赞啦。对啦，对啦。 啊，就是因为讲我留喺台湾，啊，逐工用先生无代志，无聊咧。妈鱼，我嘛逐工用先生无代志，我都袂无聊。聊呢？我甲你讲啦，你著留喺遮，咱两个有逐工出去游山玩水，全部无事，皮只昏迷，只困。爸，啊，无咧，过阵就来，你是？阿伯，你著待喺遮啦，莫想遐济，啊，阮爸陪你吼，袂无聊啦。 爸，可不可以来找你啊？吴大，遐济啦，遐济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吴村啊，拄只我叫恁田上啊，带恁这海钓场安尼坐一阵。好，恁这海钓场规模有够大。无影啦，我这算小小的场啊尔啦。迄海钓场哦，比我这佫较粗哦，佫较大，大恁两三倍，久若位咧。吴村的啊。 你甲我当作我毋捌见过世面的老宋盘呢？啊，那你这个海钓场的规模啊？
因讲是全屏东县市上大兴的，莫把我当作番仔啊！狗啊，搁在咧坐，啊牛大个来啊，唔着去泡一杯啊茶来用啉。哦，哟哟，好好好，免，不是呢。我昨唔甲你讲迄件代志，你考虑了安怎？不伯啊，啊你叫阮爸考虑什么代志啊？好，啊我着昨唔甲恁爸讲，我要来恁个海钓场做工课啦，叫伊甲我安插一下。哦，要来阮海钓场做工课哦？哎，你会晓哦，你也来遮做好，真赞哦。有村个啊，安怎是无？无啦，这海钓场哦，较臭臊贵啊，哇，全忘个，全忘。天上啊，全网你有看无？你之前我有看咧，迄个我迄边消毒水吼，来只消毒倒咧，以后就拢无网啊。恁弟仔今卖踮我个面头前要搬去啦，有错呢？你自细汉我看你大汉个呢，你个个性我真了解。啊，昨下你讲迄件代志，你到底考虑了安怎？我煞还袂甲阮翁弟参详了。这小寡代志呢，就安尼提东提西哦。无你的意思是要我规日甲你要求什么？不，你唔当唔当啦！哎，我受当不起哦，你唔当安尼做啊。啊是讲吼，其实吼，你家要求安尼吼，我实在有我的苦衷伫咧啦。啥苦衷？我这海钓场吼是共北来做的，哎，客用吼是拍到年底啦。我想讲，即摆若准讲你来我这吃头路。啊嘛，剩无几工啊，对你嘛歹势。啊，对，同有大诶，阮海钓场哦，敢若白一年尔啦，啊，到今年十二月啦，啊，搁再讲阮二婶哦，即嘛哦，拢伊慢慢咧裁员啊啦，我可能嘛其中一个无头路。干嘛呢？有影啦，有影。哦，有错呢。啊，既然到有这款代志，你哪会我会坦白甲我讲讲的？你若提早坦白讲讲，我嘛袂为难你。好啦，啊，你既然到了高中啊，我也不便去教教你啊。歹势啊，无我来走。哦，好，快行快行。我变成惊嘞。唔食鸡，唔食鸡啊！哦，你不甲直接甲抓到海钓场来啊？你真牛啊你啊！你真会哦。有错嘞？喂。我来海钓场啊，是我叫天上啊带我来。我甲你讲哦，我顶苗做气候教你哦。伊若拍气夹啊，我是会找你算账哦。是。罗天松，你即摆哦有爸啊，叫你做过山嘞。恁老爸唔敢对安怎？唔敢，我咧唔敢逼拜你什么？有爸啊！拜好啊啦！我今晚要等下坐火啊休困。哦，同我呀，啊，等你等落出来啊，啊无来阮家坐一下啦，啊我来去市遐买几样啊菜吼，啊煮一个吼，较好吃料理吃。免这麻烦啦，芳芳啊，恁囝婿的代志啊，我无甲恁斗帮忙啦，真歹势。不要紧啦，多谢恁的关心啦。同我呀，啊顶个要请你哦。啊，结果咱妹夫煮，啊，才敲电话去餐厅叫菜。啊，我安尼无亲亲哦，煮几样菜请你，我感觉对你足失礼的呢。安尼啦，你今日哦一定要给我机会，我去补请你，好不好？免啦，过去都过去啊，莫搁讲啊。无喏，爱讲喏，为了这件代志，我放在心肝内，放偌久足艰苦的呢。啊，搁有啦，我知哦，你爱食迄个蚵仔炒吧，那我嘛有炒一盘哦，啊，咧旁边厝边因兜互你食，啊，结果一盘去你就走啊。啊！我艰苦几日工，今日不论安怎吼，你真爱我请，来阮家。哎呀，我也有代志啦，连工啦，好无？我呀，啊，你是嫌阮家迄个歹所在哟？不是啦，我今仔日心情歹啦。心情歹哦？有啥物代志你讲出来，我去，我碰我，就你甲停啊到。
我等来水底了了后啊，恁大家拢对我真好，我真感谢。啊，今仔日啊，我要坦白甲你讲，我唔是啥物外有行情的人啊，我是一个有路无厝的孤单老人啊。杜官兄，啊，你即个是咧讲啥？我拢听无。过去我为着爱面子啊，对恁所讲遐话拢在骗。阮囝毋是伫咧美国读啥物电脑博士，也毋是伫咧美国个啥物电脑公司咧做工程师啊，伊是伫咧台湾啊，伫台湾个迄落一间普通个电脑公司咧做技员啦。你听清了无？快，嫌个心妇有较差啦。现在啊，阮囝都，逐项拢是听某嘴。我做四大人的，看到这个情形，我感觉看会落。我虽然老，也毋过我有我的自尊啊。我的祖孙，我高不将才离开因，倒转来水底了。我打算转来遮，要有初会啊，伫咧听我。要那无哦，我实在感觉人生真无味。哦，你在吃蛋糕哦？嗯，好不好吃？好吃哦。哎，王弟，啊，哎，仙仙的平衡靠那一条红红的线啊，去后帮我定着啦。啊，仙仙那个白白唔得一空。你有甲买药啊无？有啦。哎呦，痛痛哦。春丽啊，嗯，我听讲今日头骨安尼伤，走去海底定找你哦。系啊，哦，去遐甲阿卢呢，讲叫我住喺伫咱海底定哦，甲安排一个职位予伊。啊，你是安排什么职位啊？袂啊吼，我坦白甲讲啦，我讲咱海钓场是共北来做的，啊期限哦是到晚年就到期啊啦。啊总讲吼，我若安排一个职位互伊做吼，伊阁做嘛剩无几工，袂啊吼，伊怎无依无依，我来做伊走。啊走就好啊，你是咧惊啥？我是惊讲伊阁我倒转来啊，迄款人哦尽量较卖交叉会较好啦。哦，就是安尼哦，你才会走转来找你吼。我哪着味啦？那土牛啊，不是常常在咱门口顶行来行去，我也无咧惊伊啦，是啊。对啦，我下早要海钓场的时候，伫个大路遐哦，拄到英弟啊。我看到英弟啊吼，开一台车足歹，啊，佫足水的新的，迄间拄买尔。嘿啊，人英弟吼，起码规心要来咱咧水底了顾迄经理容易啦，唔使去牵一台新车。哦，啊，李队长一个看到英弟啊吼，哦，直接英弟啊学落呢。我都讲，哦，恁这少年家吼，即摆足乖啦，拢会啊吼，火了转来咱水底了啊啦。啊，李队长的意思是安怎？伊是讲，即个吼较早去外口食头路，啊，一个一个吼，拢转来咱去水底了吼，伫拍拼求发展哦。讲安尼是较好听啦，什么咧人口火了？其实哦，事实就是拢这少年家吼，较早去咧都市食头路啦，即摆景气歹啦，工厂一间一间关啦，啊，大家拢无头路啊啦，啊，即摆转来庄家吼，都爱阁靠四大人甲因饲。是啊啦，即摆吼，事业的人足多啦，啊，大家吼拢倒来庄家吼，想要靠四大人食饲。唉，讲到这四大人啦，大家年岁拢有啊啦，还准啊政府啦，阁大兴看嘛讲，吼，都要发老人年金啦。结果一个税收较少尔哦，煞发袂出来啦。啊，那可能就只老大人啦，领老人年金领袂着，无大劲，都还阁负责饲只少年家。